这就是我说的这个"敏"字，很有代表性啊。这个先写三个横，卷上去写竖，竖，第一个看着啊，仰横，横分俯仰，这得分清楚。这块不留空，过来，这块有个小弯儿，这个真得给它弄明白。使。这个小提是代表竖的，鱼的下笔是这样，这个上来，先粗后细，丙，横。卷上来，一直卷到这儿，秉直，就俩点儿，竖，这个写的很厉害。上去，这都是连着写的啊。竖钩撇捺，中字还是这样挑上去。这是个斜字儿，看这牢字儿，千代表。言字旁，过来，转过去，横竖竖，这个是个符号了，啊，这是符号。紧，草书的笔势很重要，一定把势写出来啊，否则的话就很弱，看起来啊，没有势就没有力。里连续转折，还是转，见，这就是金字的写法。这是个符号。这是个敏，一定把它
变。过来竖上去绕弯，它的色字啊，最后写点，记着这样的弯特别多，一定写得有力量。还有这个笔送到位啊，不能再半套甩出去。这个笔势写出来，又一个把这个一定要练好，叫看，注意这细节，这个就比较好写啊，过来就是个帐字，免连续的转弯，弯一下过来，这是个大弯，这个力写得很粗重。这要表现出来，最后这个直，这是眼儿。过去这是有牵丝，回来这绕了几个弯啊，直，这得挑上去，跟这个连起来，